張志雄議員，唔喺度。陳志全議員，主席，其實當我哋問到嗰個問題，話城規未過就嚟攞錢，咁政府就好口響啊，就話行之有效有慣例。咁我記得第一次咧，阿副局長亦都係噏咗一抽嘅，即係我都寫唔切。咁頭先譬如佢話安德臣咁樣啦，但我想問副局長，頭先梁國雄議員問嗰啲土地嘅性質唔同，一啲已經係政府地，影響人嘅福嘅唔同。而家呢個新界東北係影響幾千户人，同埋仲有嗰個城規嘅意見唔同。安德臣請問贊成反對嘅意見，即係喺而家呢個階段咁樣係有幾多啊？你有冇數字喺手啊？有冇其他你嗰啲行之有效嘅係七個贊成到對六萬個反對？你睇下政府連入啲做馬入啲贊成都費事啊！啊，諗住霸王硬上弓實夠票過到啊！揾下愛港力有冇補充啊？安達臣道嘅我冇有手上，咁其他嘅其實我哋已經講咗好多次，所以我哋都冇呢度冇特別嘅補充。你講咗個條目，講咗個地方出嚟，冇講到講完啦。個城規嗰個正反喎。